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睇每个礼拜一次嘅三元视野嘅。咁今个礼拜咧就有我啦、Terence 啦、Meta 啦同埋 William 嘅。咁每个礼拜咧，我哋三个都会拣一啲喺过去一星期全球嘅金融市场里边咧比较特别啲，而我哋又觉得好有兴趣嘅话题咧，同大家倾一倾嘅。咁今个礼拜咧，我就想阿 Meta 开始先啦，因为上个礼拜咧，就用了很多時間講這個香港政府的減壓嘛、就是對於個樓宇按揭的一些放寬、講下對樓市呢、就是、有什麼影響。基本上 Meta 上個禮拜就說對整個樓宇的刺激呢就不會很大的，無論是即成交、或者那個的樓價呢，事實上未必個幫助很大。不過呢，過去一個禮拜呢就有一宗的交易呢就都引起好多人嘅留意，就係、是、波老道21号。嗱，呢樣嘢我覺得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呢棟嘢咧就阿成哥嘅，咁所以逢係成哥即係有啲乜嘢大動作啊，或者咩咧，一定好多人報道。咁啊，俾阿 Meta 講一講，其實究竟波老道21号首先喺邊一度，同埋嗰個來龍去脈係點樣樣先？阿 Meta。波老道咧就本身就喺呢个中半山噶啦，咁就我听闻好似阿 Terence 以前都住喺嗰头喎，系咪？唔系落好多，争好远啊！千祈唔好搞错，唔好人要我住喺扶区，我住喺落啲嘅吓，住喺即系可能合和中心附近。咁所以其实都系坚尼地道上啦，咁啊再上啲就宝云道，咁宝云道再上就应该好似系呢条波老道。不过我从来都唔知有条街叫波老道嘅嗰阵时啊。系啦，咁啊，原本系即系都系嗰啲政府以前官地宿舍嗰啲啦，2011年嗰时拎咗出嚟即系卖啦，咁嗰时长实就买咗翻嚟，咁个地价都好贵嘅，地价已经卖咗成除翻开，即系大概就26000几蚊尺啦，咁所以都估到起出嚟一定系天价啦。咁譬如前幾年2021年嘅時候咧，即係報紙成日講話創過依個咩亞洲區分層記錄，話有個大陸富商4.5亿買咗個單位，嗰啲特色單位，咁就尺價係13.8万咁樣，咁就係非常之誇張啦。但係平均嚟講咧，普通單位咧都8万蚊到9万几蚊一尺噶啦。诶 Meta， 咁过去几日咧，啲人就讲到好行话，即系长实俾人哋挞订啊，跟住又没收咗21亿嘅订金，咁其实成件事嘅来龙去脉系点样嘅咧？喂？咁讲翻旧年个 deal 啦，长实咧就一次过打包咧，就将152个单位，同埋242个车位，同埋31个电单车车位咧，就用207.66亿咧，就卖咗俾一个嚟自新加坡嘅资本啦。咁就叫呢个新加坡华瑞资本啦。207.66亿里面咧，个杠杆都几大嘅。点解话个几大咧？因为其实佢首期总共40%啦，所以83亿啦，咁就分5次去俾嘅。原本就应该系交易之后半年，即系2023年今年嘅3月底就要俾嘅。咁、那个 deal 最有趣之处咧，就系、是、咧，其实你俾嘅首期咧，阿成哥又会借翻俾你嘅，因为佢讲过咧，如果呢个 capital 咧履行合约嘅话咧，其实长实咧系会可以借翻啲钱俾个基金嘅。咁、那个利率咧就系 P 减2.25嚟嘅。咁即系话咧，某程度上咧系长实借自己嘅钱俾人哋去买自己嘅货，去散走自己嘅货。咁某程度上咧，即系话系咪长实自己都好睇淡楼市，所以嗱嗱声叫人卖走自己啲货咧，仲要系讲紧除翻开，我净系计住宅部分啦，就系6.2万蚊一尺啦。嗱，市场咁讲啦，2021年讲紧最高卖出去嘅单位，讲紧系13万一尺，而家一半都唔够，6.2万蚊就卖出去啦，仲要系借钱咁样去卖出去，咁系咪即系好睇淡楼市咧？咁啲人讲过噶嘛，李嘉诚卖亲楼都好准噶嘛，即系以前中环中心啊，咩都系噶嘛。通常接货嗰啲都系死得好惨噶嘛。咁所以旧年9月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已经有讲话，李嘉诚系咪走资咧？好啦，咁今年啦，结果咧到3月嘅时候咧，原来呢个 capital 咧，华瑞资本咧一直都冇俾钱嘅。咁结果到7月咧，即系前几日咧，长实就终于公布出嚟啦，就话一路呢几个月都倾唔掂，所以决定最终就杀订。就係20.36亿，所以咧就成为咗历史上最高嘅杀订记录，就没收咗呢个20.36亿按金啦。咁啊，两睇啦，好处咁睇就话，
哦，长实乜都唔使做，坐喺度10个月就杀出定20.36亿，啲楼又翻翻落自己度啦，咁啊可以拎出嚟再卖个。坏处咁啲人就话，哦，连李嘉诚都走唔切货啦，我6.2万蚊谂住走得到，而家都走唔切，咁到时我再卖出嚟，系咪好似隔篱嗰啲二手咁，3、4万咁要卖出去咧？咁呢个就系一般人嘅，即系而家嘅睇法咯，即系件事嘅背景就系咁样啦。咁其實你自己點樣解讀成件事咧？即係佢塌定係嗰間公司唔掂啊？定還是係佢真係睇淡香港嘅樓市？即係與其我蝕20多億，好過以後再蝕落去啊？定還是係咩原因？你覺得佢塌定咧？咪？自己個人意見就覺得間公司似有其他問題啦。咁首先佢簽個合約嘅時候咧，已經好奇怪噶啦。第一個奇怪嘅點就係咧，有一個 term 就係咧，頭先講6.2万蚊一尺啊嘛。咁其中一個條款就係咧，長實喺呢2年半即係交收期之前咧，長實咧依然可以將啲單位繼續賣出去嘅。如果個單位賣出去嘅時候係貴過6.2万蚊一尺咧，咁個差價咧就係長實可以攞翻嘅。即系譬如咧，你卖咗8万蚊一尺出去咧，中间赚咗个1.8万蚊尺咧，就归长实拥有嘅。咁如果咧卖得平过6.2万蚊一尺咧，就系呢个华税资本去食咗佢嘅。咁所以华税资本咧，照样要俾原价咧，继续要俾钱啊长实嘅。简单啲讲咧，就等于华税买咗一样嘢之后咧，再同长实 short 翻一个 call 2年半嘅，行使价62,000蚊。咁个收咗个 premium 系啲咩咧？我估咧就唔系真系收咗一笔钱，就系、是、收咗一个比较低息、相对低息嘅贷款，即系头先讲话 P 减2.25嚟噶嘛，都系一个比较低息嘅贷款嚟嘅。咁呢个即系大概就系一个即系比较奇怪嘅 term 啦。好啦，咁我讲翻个楼价啦。首先咧，13.88万拎嚟比咧系完全唔 make sense 嘅，因为嗰个系一个个别特色单位例子啦。咁或者嗰个真系水鱼比长实水中咗啦。咁如果你睇翻，正常單位尺價啦，2022年咧1至8月都有幾單成交嘅，就7.8万蚊至到9.3万蚊尺。咁其實咧，距離6.2万蚊尺，咁其實都係講緊折讓20% 都賣出去啫嘛。咁但係你講緊賣緊152個單位出去喎，咁所以其實個 discount 唔算好大。咁同埋咧，就算佢賣咗依單 deal 之後咧，咁就今年其實都有幾個成交出現嘅。咁平均價就係大概7万蚊尺左右啦。咁其實，距離佢而家6.2万蚊嗰個成交咧，都仲有10成嘅，即係日價啦，即係唔存在係會蝕錢而要嗱嗱聲塌訂，我都要走呢樣嘢咯。因為你講緊塌咗10成訂，即係你講緊我睇淡樓價，起碼跌到落5.6万蚊尺，我先會塌訂去走佬嘅。仲要係我覺得跌咗落5.6万蚊尺之後，永無翻身之日，我先會寧願即刻掉晒啲錢都要走。咁即係睇得好淡好淡，我先會做呢個決定嘅。咁所以其實似係會有其他問題出現咗咯，即係可能係啲 cash flow 問題啦，即係特別係而家利息又升到咁高啦，可能佢當初根本就冇預過自己嗰個 capital cost 係升到咁貴，而家就話利息又未加完，咁佢頂唔順啲 interest expenses。咁讲翻转头咧，咁当日阿成哥以大宗数卖出去，咁你觉得佢系咪即系走货攞钱走咧？喂？我唔覺得係喎，因為阿成哥其實而家默默吸引貨喎。除咗依單 deal 之外咧，近排又傾緊一單 deal 咧，就喺鴨脷洲有個豪宅盤啦。咁就喺兩間內房股賣嘅，咁咧地價都22,000幾蚊啦。咁未計建築成本啦。咁但係依兩間內房機構咧都開始頂唔順啦，債務重組啦。咁而家成哥咧，長實咧就想用106.06亿咧就接管咗呢批窿翻嚟。咁變相咧，就等於攞1.36万嘅地價連建築成本嘅尺價咧，就接咗呢個豪宅盤翻嚟，咁就一定係大賺啦！你講緊賣緊3万幾蚊、4万蚊一尺喎，咁我所以見到其實都喺度揾緊啲筍貨去接緊，我唔覺得佢喺度受緊資咯，其實。诶，不过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喂，而家咧有啲人出边咧唱到话啲一手楼咧好惨淡，你上次都讲过少少啦。咁啊，有啲人话直情啲发展商自动减价10几20%，呢个又系咪真咧？啊，呢个系真嘅，即系咧，你唔减20%，基本上好难卖出咯。特别系嗰啲启德跑道区，咁你计翻之前卖落嚟个价钱3万蚊一尺，咁你唔减20%，去到2万五
甚至更低，其實好難賣出去。咁黃竹坑上蓋都係嘅，你而家起碼都減到3萬，減到24,000咁樣先有機會賣到出去咯。咁變咗而家你見到佢哋好多古怪招嘅，一下就個佣金俾個 agent 出到好高，就等個 agent 私底下褪啲回佣俾個代理啦。又或者有啲就話買單位送車位俾個業主，咁即係變相係即係打咗個折頭俾個業主，咁都會有咯。即係變相減價，雖然個表面上個尺價冇減到。有啲盤都冇計，都照減噶啦個面價。好，咁啊唔該晒 Meta。咁跟住咧，今個禮拜另外一個影響全球金融市場嘅，一定係呢個美國嘅 CPI 啦。啊，咁我講一講個 CPI 數字先啦。最多人講嘅咧就係話，整體個 total CPI 咧就由上月份5月嘅4% 咧就跌到落3%。咁更加重要一點咧，就係如果你睇下核心通脹啦，即係扣除咗食品同能源之後，個按月升幅咧，6月咧亦都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下跌嘅。4月、5月就卡住喺0.4%嗰度唔喐，咁到6月咧就跌到0.25%。嗱，其實咧呢一樣嘢咧，我喺以前都講過幾次噶啦。4月、5月嗰個核心通脹按月升幅好似唔喐，其實咧最主要係一個原因，就係嗰個二手車唔知點解突然喺嗰2個月咧就飆升，咁到6月咧。佢就冇飆升啦，於是乎咧，成個嘅核心通脹按月息幅咧就跌咗落嚟。咁你話0.25% 係一個咩概念咧？即係話如果未來嗰12個月都係好似6月咁樣0.25% 嘅話咧，成年嘅通脹咧就大約係3%。咁即係話，就算用呢一個嘅睇法嚟講咧，核心通脹距離聯儲局嗰個2% 嘅 target 咧，其實咧都係唔係爭好遠嘅啫。咁所以咧，市場好多人嘅解讀就係話，哦，咁即係代表咧，聯儲局咧應該就唔需要再加多幾多次息噶啦，可能加多1次半次，咁於是乎就 that's it，咁即係成個加息周期咧就好快會完結。咁唔單止係咁，美國又冇乜經濟衰退喎。咁於是乎咧，即係成個嘅金融市場咧，就有一個幾正面嘅反應嘅。債息你睇到回落啦，除此之外咧，你睇到個美匯指數啦，即係美金對其他主要貨幣，即係基本上邊，如果你有 Bloomberg 就係嗰個 DXY 嘅 ticker 啦，你發覺咧都跌低過100嘅。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市場對呢一個 CPI 嘅解讀咧係即係非常正面嘅。啊，咁所以咧，我就問阿 William。啊，你又点睇咧？而家個市場咧，就我覺得即係對於聯儲局，譬如話今個月7月26號，咁冇乜懸念噶啦，都唔理佢噶啦。就算佢話加多0.25，加多1次都冇乜所謂。咁跟住嗰，所以你見得到，你講得啱啊。頭先話最主要反而係睇咧，睇個債息，個債息真係跌得好犀利。咁啊，而家10年就3.819。咁上個禮拜咧，曾幾何時咧，去到4.0幾啊！因為上個禮拜記得我咪講嗰時講咩 ADP，咁以為啊真係好勁喎咁樣。頭先你提到啦嗰個 headline 嗰個3%，不過其實睇翻咧，如果係核心嗰個咧，其實都仲係高嘅4.8。但係咧，我諗大家而家都我哋個市場啊啲債券都明白到冇可能翻去，就算2% 咧都唔會有機會唔大咯，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嗰個經濟嗰個嘅結構性啊，係有好多改變嘅。譬如好簡單啦，咁曾幾何時我咪大家記得COVID 嗰陣時，因為嗰啲咩佢未復常啊、封關啊，搞到嗰啲 logistic 啊嗰啲嘢咪好貴咁樣，搞啲貨品好貴。而家佢復常啦，但係到都冇辦法，佢復甦翻去我哋以為好流暢、好興旺嗰個地步。咁換句話講，即係咩咧？我哋美國仍然冇辦法入到好平嘅大陸貨啦。而家唔同往日，再加上我哋中美關係始終冇辦法翻去2018年啊，或者好早以前嗰個時期。咁換句話講咧，我哋美國嘅入口嘅嘢一定唔會好似以前咁平。咁呢樣嘢又自然又間接到增加咗我哋個成本啦。簡單嚟講咧，
聯儲局成日都講話咩呢個2%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點樣講好 arbitrary，佢仍然都提住嘅啫。其實過去嗰十零年咧，其實好多人都同聯儲局講過，甚至有啲聯儲局以前嘅官員都甚至寫信同聯儲局講，喂，你唔係好實際喎，呢個數冇乜根據喎，點解你要跟住呢個數字啊？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聯儲局咧，即係佢唔係話咁，即係好有可能咧，佢會將來慢慢改個口風啦，跟住可能俾個 range 佢啊，大啲嘅闊啲啊，跟住話我哋可以接受嗰個 core。我估計咧，嗱而家4.8，我估計咧，大家可以接受到個 core 咧，去到四啊、3.5咧都收貨噶啦。嗱，正話 William 咧就提到一樣嘢咧，好得意嘅，就係、是、央行一路都講，即係2% target 啊嘛。咁而呢2% 咧就唔係淨係美國嘅喎，啊，所以你睇下歐洲又係咁講，加拿大、澳洲、New Zealand，啊，甚至乎日本咧都係用2% 咧作為一個 target 嘅。咁究竟即係呢2% 嘅 target 有咩 magic 嘅咧？嚇，點解一定要揀2% 咧？咁延伸落嚟嘅問題咧就係話。咁有冇可能有一日佢转嗰个嘅 target 唔用2%，用譬如3% 又得唔得嘅咧？嗱，纯粹从一个学术嘅理论去讲咧，系得嘅。即系话咧，究竟你应该 set 喺2%，定系3%，定系3.5% 咧？其实系冇乜分别嘅。啊，即系呢个系冇话2% 好过3%，即系呢个只不过系大家觉得啊，2% 喺心理上边或者各方面系可以接受，所以大家都 set 喺个2%。咁但系咧，如果咧，成个个思路系改咗3% 嘅话咧，肯定市场而家系未 pricing 嘅。点解咧？因为如果你个核心通胀，你个 long term inflation expectation 就系3%。咁而你睇下美國10年嘅債息，而家咧都係低過4%嘅，咁即係代表咗咧，你個 real interest rate 咧係低過1%。咁而低過1% 嘅 real interest rate 咧，其實對個社會整體嚟講咧係非常之 stimulative 嘅。但我以前都解釋過，所以點解我覺得市場喺呢個 point 仍然唔係 price in 3%或者 above 嘅 inflation？如果呢個係成為咗一個大家接受嘅嘢嘅話咧，美國10年期嘅債息咧會長期喺4%，甚至乎4.5%嘅樓上。咁呢一樣嘢咧，呢、这個 repricing 咧對成個金融市場咧個影響係會好大。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大家需要留意，即係某種程度上邊會唔會改變咧？有咁嘅機會，但係喺而家睇成個 bond yields 嘅 market 嗰個 pricing 裏邊咧，我覺得未反映咗出嚟，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即係少少嘅睇法啦。好，咁講完今個禮拜最熱嘅話題之後咧，就俾我幾分鐘啦，同大家 summarize 下過一個禮拜全球金融市場嘅走勢嘅。咁啊，唔該晒 JP 咧，幫我做咗呢個 dashboard。咁啊，照樣由港股講先啦吓，恒生指數咧就過一個禮拜咧，突然又升翻5.7%，咁就係19,413點收市嘅。咁呢種一個星期大起，另一個星期大跌嘅情況咧，我相信都會持續一陣子嘅嚇，因為過去都講咗好多次啦，即係基本上邊咧一個 secular 即係長期向上嘅動力咧，就仍然未揾到嘅，咁於是市場咧就好多時候都係捕風捉影啦，咁於是乎就一個禮拜升就一個禮拜跌。咁啊，美股向上，咁正話講咗好多啦，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 CPI 個 data 靚仔啦。咁而歐洲咧都升咗差唔多4%嘅，美國嘅債息咧，咁啊正話都提過啦，就全面下跌，無論係2年、10年、30年咧，都跌得幾緊要嘅。油價咧就微微升咗啦，就去翻75蚊。咁而人民幣嘅匯價同埋日元嘅匯價咧，都係有升值嘅嚇。咁啊人民幣就去翻7.14，咁而日元咧就138，咁其實最主要咧就都唔係話呢兩個貨幣咧特別強，而係整體嚟講咧，正話都略略提過咧，就美元咧因為 CPI 嘅緣故咧，就全球地咧係轉弱，咁呢個係最主要嘅原因。咁跟住嚟緊呢個禮拜咧，最重磅嘅當然就係呢一個中國第二季嘅經濟數據啦。咁我諗。By the time 我剪完之後，呢個節目出街咧就已經公布咗噶啦。
咁另外就有澳洲就公布议息结果啦，加拿大就有 CPI 啦，咁而欧洲其他嘅国家咧都有其他嘅 CPI 咧系会公布嘅，反而咧美国嚟紧呢个礼拜咧相对比较静。咁当然大家都系即系等紧7月26号美国联储局加息，究竟佢会出嚟讲啲乜嘢咧？咁呢个咧就系再下一个礼拜嘅重点啦。好，今个礼拜咧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咧约定大家三元视野咧再见，拜拜。OK，拜拜。